觉得我会画到有一定的满意程度才停手，所以有时候会画得很久很久，画很慢，就是一直觉得啊画不好画不好，然后就会想要把它弄到好。他们躲在后面，我是想表现可能是他们内心里面的样子，那前面的就是比较面对人，在人前面前想呈现的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相处，他可能会想要拿出他自己装饰好的那一面出来。我蛮喜欢那种隐有里面会有寓意的感觉，因为你不是一眼看到就是那个样子。我比较喜欢当你看到那个画面，然后你可以从里面读出更多的讯息，可能是你自己想的，或者是那个画面本来就想带给你的感觉。对，我喜欢它后面可以藏着很多东西，然后让看的人慢慢去发现，然后可能看越久就可以发现越多东西。我觉得是从自己出发耶，就是这是我自己平常比较会去想的事情，不可能我想到什么，我不会直接跟当事人说，对，会想比较多，就是有一种从自己本身，然后扩展到在看这个现象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所以会想把这种人跟人沟通之间的各种面向啊，来用画的画出来。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，觉得蛮有趣的，而且会让我对我原本不喜欢、比较没有自信的那几张有了一点有一点自信嘛，比较开心，就啊、哦，有人爱他们，就像自己的孩子，就比较不喜欢他，但是有人比他爱，就很开心。